鸡肉很嫩的。鸡。嗯，在这边是女性坐一个桌啊，他们坐这个小桌，跟小朋友坐这个桌，然后男性坐这个桌。咬得动咬不动？咬得动，咬得动啊。你咬不动，他牙齿不行是吧？好，吃了。这块肉是他们烤的啊，现在我把它热一下。对，嗯，很棒。啊，吃，好了，开吃了。忙到好晚，现在已经八九点了，吃饭了。先尝一尝辣椒炒肉。辣椒稍微烂了一点，但是还是蛮香。哎，那那谢谢了，谢谢了。没事，谢谢了。哎，别人拿拿来玩的，谢谢了。激动。味道很好。尝一下这个烤的这种肉啊。哎，肉也有，哎，现在。带皮的。确实香。但是太咸了，好多盐，它是抹了盐，确实很香。大叔吃猪肉比较费劲，你就多吃一点鸡肉啊。喜欢吃吗？好吃了，这好吃了，吃吧。好。好，你们吃。吃好了，这边人的战斗力远远不如那边。还没吃完。阿姨洗碗，辛苦了，还剩了一点，鸡肉是搞完了。大叔，那我就走了，我走了。不要在这睡，睡嘛，在这睡。我们直接不直接不要爷的。不方便吗？方便，方便，可以睡。可以睡。谢谢你留我睡啊。其实我也想在这里住。好，那我就体验一下啊。既然大叔说留我在这住，我就在这里体验一下吧，从来还没有蹭过住啊。因为他们这边没有冰箱啊，那个鱼啊肉啊都是用这根棍子穿着，然后挂在哪里，不然很容易坏掉。用袋子装就很容易坏了，坏了就不好吃了。还有那个里面的骨头，那个骨头也不能拿袋子装，拿袋子装很容易坏了。你们会不会放盐，拿盐腌它？
哎，拿盐腌它也可以吃。我记得就是十多年前、二十年前，我们家里没有冰箱的时候，也是放盐，拿盐腌嘛。嗯，别上盐了。我换了就可惜了，因为本身今天带过来的苹果，就因为放在摩托车里面颠坏了，好可惜那些苹果。这个放盐是吧？拿这个桶子腌，放盐。其实这个新鲜的排骨啊，弄得新鲜吃非常好。走了。这样弄的好不好吃？啊？这样弄好不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就好啊！别让它臭了，臭了就不好吃啊！臭就不好。嗯，臭掉就不好。这是一块前夹骨。这个扇子骨，到这个带排骨的这一块，咱们腌一下再穿起来。腌的就不用穿了，不用穿，就这样就可以了。腌的没事，放了盐没关系，可以，可以了，不用挂就可以，就这样就可以了。放了盐没关系。我上次给你买的鸡蛋还有没有？有，没，没了。鸡蛋在哪里？还有吗？还有啊，有就好啊。阿姨喝的啥？八加一。包谷烧。好喝吗？好了，嗯嗯，爸爸，爸爸，爸爸拿上来，等一下嘛，不急嘛，我上来，我没上来过你们家里，我来你家看一下。也可以，你家呀，你家很好嘛。没事，拔掉这个也可以。OK， 你睡哪里？啊，你睡这个。兄弟们，再一次带大家来看老挝人的家里哈。这是兄弟住的，大叔的大儿子住的。那大叔住哪里啊？你爸爸，你爸爸睡哪里？爸爸睡那里，那我哎，我睡哪里？你得睡的。那你弟弟的老婆呢？弟妹呢？我那边睡，我弟妹啊。嗯。那边开木棚。睡木棚？嗯，开塌木棚开嘛。听不懂。大姑哥他。这是谁？嗯，这个老二。老二。老二。叫老二不叫当部队的哦，当部队啊，当兵，当兵，啊，这应该就是老二家睡的，那这个就是老三睡的，嗯，老三哟，啊，打工靠老三去，老三去打工去了，去打工了，啊，还是房间啊，这里呀，这样子，那蒋树颖住哪里啊？蒋树林呢？啊，蒋树林睡哪里？蒋树林哪边去？他不在这里睡吗？他不去，不许不得去。哦，他在家的时候也不在家里住吗？他哥那边住过，他亲戚去他，亲戚去他我住的。哦，好吧，似懂非懂。今天晚上确实天也黑了。这里去本路也
四五十公里，重点呢去本路的话这个点还不一定有房间，那边的房间很紧张。那一天我五六点钟去找房间，很多宾馆都没有房间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很想体验一下在当地的别人家里睡觉是什么感觉，真好。嗯，老吴回呢，我感觉你家还好，相比别人家里要还要好一点。你家条件稍微还好一点。不好。不好。嗯。怎么不好？困难了嘛。困难。其实我说哈，就是你老大的那个儿子不会走路，好可怜。嗯嗯，够了。嗯。你们勤快一点，就是种地呀，种点稻谷麦呀。那还好，可以生活上面温饱还好解决，是吧？至少说吃的东西，稻谷米饭你们自己家种嘛，是吧？好好。那就是菜的话，你们也很少种菜，是不是？嗯，笑嘛笑嘛。嗯，然后你们就是平时吃的简单一点，嗯，很少吃荤，是吧？嗯。体力不好，米嘛有。米有。嗯。是吃的不好，是吧？你采个这两招，自己种嘛。自己种那个，现在嘛，不抖不够，老天下雨不下嘛，干呢。啊，不下雨干。不下雨不会抖的。哦，浇水嘛。浇水嘛，牛啊。牛。猪啊，会闹。哦。这脑子不装，就老过年我们。高香烟就要马卡一抽，就要脑子不装，就要不装。你们其实可以就是围起来种点菜，就是把你种好的菜啊围起来保护好。嗯，然后养一点鸡鸭，平时吃点鸡肉鸭肉，吃点鸡蛋鸭蛋也可以啊。嗯嗯嗯，确实是。你们这边小孩找老婆还好找嘞，彩礼钱还便宜，不要彩礼钱是吧？就是说找媳妇，你是三个儿子，两个结婚了，两个没有结，两个没有结，这个老二没有结，没有结，这边老三没有结，那不是你不是有两个儿媳妇吗？现在吗？我兄弟，我弟弟呢？哦，他兄弟九户，哦，有一个是你弟弟的儿媳妇是吧？哦，一阳，哦，这个媳妇，哦，那意思就是你三个儿子还有两个没结婚，两个没有结婚，两个，我以为我今天看到两个儿媳妇在家里，我以为是你儿媳妇，我上的儿媳妇兄弟那些儿媳妇，啊，明白明白了。你那老二老三有没有找对象？不要找，不要得了。不，没有找。不要交费。你们这边找对象好找啊？好找。他还小吧？他小，他估计都不到十斤，像二十多岁给他们的。嗯，二十多岁也到年龄了，也可以哈。就那个老二。老二，他在蒙山还是在万象？万象。在万象，你们这边找对象也算是好找了，相比我们中国是简单多了。我们中国找一个媳妇，彩礼钱就要中国币20万。啊，不会。嗯，然后还要买车子，要买房子。我们那边才叫困难，找对象，结婚困难。嗯。哎呦，像你们这边不要彩礼钱倒是还好。我们可以不会，我们来不会。叔叔今年50岁哈，五十，57年了。57了，57。你养了多少头羊啊？你养了多少头羊？羊啊？嗯，羊，嗯，大的有多少头？现在嘛不多了。不多了，卖掉了。卖掉了。卖了多少钱？
上四百，四五百。四五百万吧，啊，三四百，四五百。他要干嘛？他要找妈妈。嗯，他妈妈。那走吧，就带他去他妈妈那里，啊，走去找你妈妈。阿伯宝宝。嗯。我们老二，这个我们老二。这个老二，嗯。妈。蒋淑玲，他是老四还是老三？老四。那我是，哎呦，这老大。啊，就老大，就老三。这个老三。这个。老大。嗯。老二。老二。老三。老四。我爸爸妈妈。这是你爸爸妈妈，还在吗？不在了。不在了。向大叔了解一下，哎，联系吗？够，有，联系吗？够，有，我有钱，对吗？饭够吃，嗯，联系够了嘛，联系，粮食，啊，联系，粮食，哎，联系，够吃，够吃，嗯，钱够用吧？嗯，够用，钱够用，不够用，钱不够用，嗯，你哪里要用钱？一天，昨天。昨天洗金药飞药大药打农药打肥料肥料农药化肥嗯不方便了吗这苹果是我买的吗吃掉嘛吃掉不是今天我带过来的时候是好的但是那个路上有烂的放在摩托车上面颠颠颠颠颠他就把那个苹果颠烂了，啊！我买点苹果给他们小孩子吃，给你们小孩子吃。我不吃这个，我吃很多，因为我每年我都会去卖这个，我卖这个苹果啊。不带了，哎，小春呢？一，哎，小娜，哎，抱一下，抱一下你小孩，啊。我三，嗯，上一次来他好像还很排斥我，他不会走路，不会走路哦，带他去看一看嘛，他现在还小，嗯，还好看，就是锻炼锻炼可以好的。你有没有想过那如果说他以后都不会走路了怎么办他你现在不让他学走路等他长大了他不学他都不会走路怎么办不会走嗯不会走你看他现在都不会走路嗯那他以后会走路吗有的啊那不会你你其实你得锻炼他嗯要锻炼他走路我们村里也有一个这样的小孩子他是给他做了一辆车子就是推的车子让他站着不要让他蹲在地上然后让他脚上用力习惯了之后他的脚就有力了他就能自己站起来了然后就慢慢的会走了那如果说你想你现在你三个小孩你现在都没时间照顾他那以后也更没时间照顾他嗯他也这么大了我觉得他不会走路挺可怜的嗯我也理解得了就是说你家里条件不好就是没办法带他去医院看啊但是你要想一下他以后怎么办呀、啊、嗯啊哎没有啊你哎我在你就是让他扶着柱子站一都好了不要让他老是坐在地上趴在地上嗯让他站着让他站着之后他习惯了之后他的脚上就会有力气他就可能慢慢子可能会走他如果说他一辈子都不会走路那以后很可怜的